手拿好，你两只手是杯子哦，拿好，很好喝哦，你看妈妈都喝一大杯。妈妈，我们一起喝一口看看。你不要打破啊，不要洒了哈。很舒服哎，喝起来很好喝哎。这不好喝。很好喝啊，你看看。拿着杯子，快点，你长大了，你4岁了哎，不是1岁了。喝看看，很好喝，冰冰的，很舒服哦，冰冰的哦。你看爸爸也要喝，奶奶也要喝。喝一点看看。这样干嘛？你干嘛要报警他哦？嗯，这样干嘛？我是冰跟热的这样。啊，没关系，你先喝完毕再冰跟热的。你喝一口。你干嘛没喝啊？我喂你。啊，不要。哦，你不喝就让你变娃娃，你用这个杯喝不是？是不是？然后倒来倒去。你不要倒来倒去会坏掉，那牛奶会坏掉。为什么？那牛奶不能倒来倒去，因为那个牛奶不能放太久，不能放太久，会有细菌。好，不能放。它是牛奶，它把它放冰箱。它不是饮料，快快点，我等你。妈妈，应该很好喝，我喝一大口。妈妈，一起喝啊。妈妈。